红星大奖2022的视帝视后全都来自未知道。七度夺帝的陈汉伟饰演落难大厨周北发，将有故事的小人物演得入骨三分。你不要像现在鬼话连篇了，他不是你妈，没有资格做你妈了。四度封后的黄碧仁饰演反派角色陈慧英，从女强人演到弱智，彰显实力。绝对不会借钱给那个女人会无双楼的，我只是要回属于我的东西。想要欣赏巅峰演技，一定要看周末剧场《未知道》，每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5点，4集连播，八度空间，情真味美播出。